果粉，好，这酵母粉 ，OK。然后呢，这个已经切好的一个葱花，这个就是起司，好，披萨的时候起司，就是我们在吃起司的时候，我们要看西柚吧，它就是这个。然后今天会使用奶油，那奶油比较香，比较那个再去煎。那今天这个是那个肉丝的部分，哦，京酱肉丝的部分，但是我把它做西式的口味，因为我用奶油去炒。第一个我会拿那个这个滤网先把它过筛。来，是不是要过筛？跟水把它搅拌均匀，待会我们在揉面团的时候，会比较容易帮助发酵。其实这个做起来跟做那个什么包子馒头很像，做法很像。我为什么要垫一块蘑菇，知道吗？猜一下。包子跑掉。包子跑掉，哎，答对了，这样不会滑动。学长不可以泄题呀。这个学长是你们福星国中的学长，是，没错。优秀的学长。那个面粉一滴一滴的就可以了，可以吗？好，先操作这个步骤，好不好 ？OK， 来，请吧，回到各组。把它往上提，把它压，把它压，再去压它，但是慢慢整暖。OK， 来试看看。准备一个干粉，我们俗称叫熟粉。好，第一个我先撒一些熟粉在桌面上，平均撒开就好了，不用太多哈。各位看你们面粉的一个软硬度吧。刚刚要把它盖起来，是因为，面粉，因为我今天没有再加油进来，然后呢，盖起来的目的哦，避免你如果没有盖着，它的表面会干掉，因为那个空气中会让那个水分的话，表面会消散。盖开哦，我先把它折起来，让它一个面团会比较均匀漂亮一点。那这个的话，一般来讲应该可以切成六份。今天是发酵的，所以放一下它很快就已经发起来了，好像这一点很 OK。 待会我们在拿的时候会有一个感觉，不知道谁洗澡的可以摸看看，它摸起来感觉会比较轻一点点，跟你们刚刚不一样。我拿看看，来，就是你的啊，你解惑就到了。那等一下看看，可以这样撑着看，有点空气感，对不对？先捏看看有没有，短短的。那我先把它整成圆形，整圆形的方式很高手。待会那个学长姐擀面团的时候，记得就是第一个的话，我们会先压在中间，然后往前，然后再往后，然后再来再去旋转一下位置，然后上来就可以。先让奶油它融化，所以我刚刚火把它关掉，这样才避免它焦点会把它切成这样开起来。大家看一下另外一面，就有点不太一样。请方群应该注意点，这边有漂亮。先把它煎熟，这个火量就不要太大。
我们先让它稍微有点热度，让它融化。然后它融化的时候，待会卷起来，它的起司就会融化。来，那个切起来就大概这种形状，我是这个卷饼的一个部分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可以哈。三年级有公鸡班。